各路英雄好汉，我们屏东见。广告，哎，那个落叶一片都不能少啊，当然还要用啊。哎，县长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一个好的广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真实的美术，哦，很真。哎，冲宝加油啊！还是华丽的爆破呢？棒，嘣，砰，还是紧凑的 tempo。没错，最重要就是创意，到最后让大家出其不意的知道你在拍什么。你们在拍什么？怎么在这里身体？你们是跟我出问题了？等一下，那你们在拍什么？